1, 2, 1, 2, 3, 4. 性情近乡情怯，我想指的就是我现在的心情吧。哎，安祖，现在要见到你家人了，你应该要觉得很兴奋，怎么会紧张呢？这是我第一次带朋友回美国见家人，而且我在想要怎么样让你认识波士顿。哎，我可是有做功课的，听说除了一定要走自由之路外，最重要的是要吃龙虾。是啊，不过想吃龙虾，那就一定要跟我到鳕鱼角去咯。鳕鱼角那里还有什么好玩的？嘿嘿，想知道我们这趟美国的终点旅程又要去看去听去闻去摸什么有趣的东西吗？一起来唱，胜利 Chiraki， 美国 Chiraki 出发咯。